强烈地震突如其来，短短80秒，数以万计的生命被推到生死边缘。滨江消防派出30人先遣队，携带抢险救援装备、药品，率先抵达震中。北巡支队、南滨支队、东林支队等应急救援分队，出动160名消防人员、7台挖掘机、装载机等抢险救援车辆，携带生命探测仪、破拆工具等专业装备进入震中。震中附近已发生7次余震，大部分余震的震源深度为35公里，最大的震级为5.2级，发生在首次地震后25分钟左右。孩子在唱歌，一直在唱，一直唱。用针管把那个指令点固住。来，来，放手。放手。注意安全，注意逃。我们是他们最后的希望，把他找到他，还要把他救出来。确定不是你报的警？我现在可以怀疑你浪费社会公共资源。对这种情况，我们一定会追责到底。微风起，黄昏染色的天，清理一下，保证安全。过两天我们还来检查。好，行，辛苦了，麻烦你们。有微光映出轮廓更清晰，看不见谢谢啊，正常工作流程，没事。让繁星代替闪烁，抱紧，是否等待这约定，连接梦境，打开了心。呼叫指挥中心，和平路特勤站出动3车16人，组织湘湖路国语影视基地建筑火灾事件。带队干部林路香。指挥中心收到，国语影视基地大量烟顶燃烧，现场大量工作人员被困，浓烟环境，立刻前往展开救援。是吧？是吧？再坚持一下，消防员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有人吗？还有人吗？还有人吗？有人在里面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为什么让我承受那些莫须有的罪名？当时是警察办事，我们也没办法。警察，我先走了。你想干嘛？我警告你啊，这都是有监控的，你别乱来。咱俩聊聊天犯法吗？你闪开！那臭小子怎么样？几个年轻人呢，有点矛盾，吵了几句，我让他们到所里来冷静冷静。刚一回来，让我上这儿来见你是吧？都怪他们！闭嘴！我可以作证，我们没有干嘛，是他欺负的我们。就是，都是。哎，可别胡说！谁欺负你们？哎，有事跟警察说去，别逼逼哄哄的。不是你又是谁啊？哎，这边，多派来了，多派来了。你俩先回去吧。啊，行行，来来。哥，你怎么了？你是？别拍了，走走走走走走，你爱拍是吧？你快下来拍。哎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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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边是消息，派出所门口，派出所门口。蒋总，
我知道那个之前男初呢跟你有些过节，我已经狠狠地批评过他了，但是您看他年纪小，我年纪也不大，而且我还有仇必报。蒋总，蒋总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我不是来和你道歉的，之前的事情我没有觉得我做错。我还是那句话，烈焰青春谁上都可以，就你不行。我希望你可以认真考虑一下，我也会全力以赴的争取。你那个独奏会怎么样了？放心，挺顺利的。今天老板请客户喝酒，介绍了几个前辈给我认识，说要给我提携提携。喝的胃难受了是吧？你坐会儿，给你煮个面去。无论如何，身体最重要。节目拍摄期间不能够影响我们正常训练，不可以传播错误的知识与观念。拍摄期间一切行动听指挥，如果有任何违反纪律的地方，我将立刻叫停。我是和平路特勤站站长林鲁霄，也是你们的总教官。你们在这儿对你们只有八个字的要求：服从命令，遵守纪律，做不到以上两点的立刻离队，明白吗？明白明白。一会儿训练场见。